我们这个进行的是救生艇的释放、巡游跟回收功能测试。我们一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记录它下降跟回收9米距离的一个时间来计算它的速度。一般我们在这个下降一般56秒左右，回收呢在72秒左右。它脱钩之后呢，会在这个水面上进行常规航行功能的一个检测，一般满足5级航速的要求。 所有的救生艇要能够把所有的乘客跟工作人员安全疏散，所以是比较重要的安全设施。